출래. 오 메가. 오버. Get get override. 怎么用？可以压出嗰个炉咯。嗰但系烧都烧得快啲。哦。你哋 research 系咩嘢？快住长喺继续先。住俾个快住咯，要快入。等住先。然后我摆出边定摆入边好啲咧？你话摆出边咯？好啊。O K， 跟住呢个。所以我覺得麻麻地個位，因為呢個按嘢會撞嘅喎。但我唔知道你個碟可以擺邊，因為你洗完你會想擺翻落個碟架度，如果唔係我哋就會唔夠位。如果咁咧，雖然我好似咩咗啲，跟住咁咧。咁樣我係行多咗一格，但係至少我唔會kick嗰格架先咯。得啦，我先啦。呢個係索道，其實而家都暫時冇用住。应该咁 OK。真快好多，大鱼唔好留翻只碟喺度。咁啊，如果我有手头上有个 turkey， 我再揿系咩？冇啊，佢唔喐噶。哦。哇！我哋争一蚊先买到 research table。点解会？哦，因为我哋冇揿个 booking， 喂，唔系揿晒噶，我哋好似第二次应该打迟咗。哎呀，声都冇啦，继续。你嗰嚿嘢好搞笑，系，但系都几真系快，真系快好多。所以我头先话摆碟冇摆咩话，听唔到。洗完不要留翻只干净碟，即系你至少一定要摆落张台度，如果唔系好阻地。O K。我来吧。雞太多了吧OK， 得得得。什麼你剛剛喊完了，不要怕你大了
识啲咩好？我哋点都要买部 resource table 先啦。系啊，但系跟住佢之后升，唔系都系升盘。好、dishwasher。次次都要 show off 咁样拎只鸡出嚟，咦？哇 ！stop 100% faster 啦，再 back faster， 你会唔会拎唔切只鸡出嚟嘅？有机会。但右边嗰个听落好似好复杂啊！系咯，我系 chop toast beef breadcrumbs， 跟住 combine with chop onion， 哇，好复杂喎成件事，好似系，睇先 stuffing 嚟嘅 ，neat flour。Cook to make bread, slice and cook to make toast, chop, slice and cook to make chop toast, 跟住 chop toast to create breadcrumbs, combine with chop onion cook, 哇，仲要 cook 乾轉喎，即係 cook 兩轉喎。呢個係咪？但係呢個應該用一次嘅喎，睇我係嘛？我未試過呢個，我真係唔知。如果是右邊的話，我相信應該廚房要兩個。真的點都要兩個。但我們挑戰牙膏揀左邊，不是，是潘俊廷挑戰牙膏要揀左邊。但他會多一倍時間沒事做。可以左邊咯。不是，我們左邊那些賺錢而已。好的。可以加多一个的，但这个是 limit， 应该不行，因为呢他那个要长期的人在这里按实他才会加快。哦，所以不可以，我以为他是自动的，我也以为是。不过我们要做一张台了，可以啊。咁買碟啊！你哋我係可以買碟，擺咗個衣服買唔夠碟用。你哋睇唔明白？阿師，我哋而家呢度入邊係咩㗎？dishwasher， 其实我哋有四只碟可以嘅，
唔係，因為你試唔試擺呢個擺入去先，跟住之後 re-roll 一次啊？有冇用？可以啊，咁我咪買咗張 dining table 先。嗯，你覺得？定係唔使要都？唔要嘅話可以 re-roll roll 咗佢咯。你覺得咧？我覺得冇乜所謂嘅。嗯，睇下如果你想赚钱嘅话，就买多张 dining table 就可以打多啲电话。但如果唔系嘅话咧，就其实而家都唔系特别 serve 得切，所以其实冇乜所谓。我觉得系而家系使唔切咯，唔系 serve。咁你系啊？但你 roll 嘅话，你唔会攞到一个好啲嘅洗碗嘅。我知道我知道，纯粹系靠 roll 唔 roll 到其他嘢啫。哦，咁 roll 咯。定系你觉得要出嚟？因为我而家系惊洗。洗碗洗唔切啫，跟住我哋就 serve 唔到四张台咁解。啊 roll 哦好啦。哇哦！做咩啊？我见到雪力好犀利。我见咗。唔系，我因为有 mod 所以可以知道可以出嘅。有 mod 啊？因为你去到后期整 automation 嘅时候咧，搬嘢搬得好辛苦。哦。如果你冇得穿墙嘅话。哦，顶！我以为咩事啊？我见到双人系咁跳啊！哇哇哇哇，咁多咦？有边喎、啊？边咯，可以升边嘅，但系你我哋升紧 dishwasher， 系升 dishwasher。哦 ，too bad。咁即系冇嘢做啦，冇啦，好啊，咁我入去准备啦。Sorry， 哦 ，so cancel。紅色准备好未咧？未加倍速度。哎呀！哦 ，GG 特 ，GG 特 ，GG 特。哎哎、你俾我哋咪得咯，系咯，啊，好快！你咪唔应该用嗰嚿嘢咧，已经快咗嘅。拎紧个狗啊！傻，卡住咗，我出唔到去啊！佢塞住咗我啊！你卡住咗我啊！我冇喐啊！你卡住 ，G G 咗咯，我哋。你个人喺度震紧咯，我见到喺我 screen 度。我见到喺我 screen 系你个人喺度震紧喎。哇！点啊？喂，你试下撞我哋，睇下撞唔撞得走我哋。弹走咗，啊唔系喎，我用 mod 出咪得咯，系咯，出矛招，证明嗰个位系差。缩倾声有冇用？缩倾声，应该冇。有多个感应器冇？买多张，嗯，
系咯，二一一二咯，啱啊。咁跟住之后，啊，不如咁啦 ，sorry， 我你做 serve， 跟住我做收碟咯。跟住我收完碟就会直接帮你攞完鸡之后再摆鸡咁咯。都得。哎呀，停！我唔记得咗我未揿。左边嗰个会食快啲，但系食快啲嘅话咧，食快啲就冇咁容易排队咯。但系之后嗰啲好似吓都冇乜用，系但系佢计六个都有用嘅 ，cable consumption 啫嘛 ，consumption。但系我哋暂时冇嘢系 consumable， 因为我哋冇饺子。哦，系。Consumable 即系酱料嗰啲啊？佢应该系嗰啲咩 napkins 啊？跟住要嗰堆嘢落去咯。咁可能右边系咪最好啲？应该系。我出去睇下有啲咩先。系啊，咁出就知。咩嚟噶？哦，全部都系嗰啲咩？哇，呢个好似几靓咁。哇 ，statue 一下就三一百蚊就有三个。系啊，其实可以啊，呢个我哋。咦 ，power 升咯，但系我哋都有 power 升。咦，咁啊，会唔会 power 升咗先啊？点咯？再加个 statue， 其实我而家有我哋有的是钱，可以啊。你中意？但系其实我喺度谂紧一样嘢啫。呢度系咪先？摆入面都得噶。所以我谂紧咧。你可唔可以將所有嘅台向右移一格噶？可以，點解唔得？唔係，我家先，你唔好移住先。我個位點解咧？係我想擺個星喺呢度，跟住擺呢個擺呢度。咁我到時我洗完之後，一係我就擺雞，一係咧就即刻 serve 嘅話咧，我會快啲個速度。somehow 太近啦，都係太近。一係呢個擺裏邊 ，OK 喺入面，跟住呢個咁樣樣。咁Tommy 啊，我呢個就係你擺俾雞我個位咯。哦，好啊。係啊，跟住我一攞完雞就 spread out 咁樣咯。
啊，唔係，sorry 啊，可以咁嘅，我諗緊，如果可能，譬如 Tommy 有乾隻雞嘅話啦，佢擺乾隻雞，我就會擺呢一度，跟住如果你有咁嘅需要，你自己攞碟去 serve 咯。嗯，有啲远，咁我哋咪嘥晒呢四张冇用咯。哦，都系，咁叫 Tommy 拎过嚟呢张咯，咁呢张就会变咗冇用噶，呢张。系啊。咁都冇问题嘅。可以，我哋有冇嘢 research？ 冇。睇下会唔会想拎起一个下铺卖咯，一系就。四十系咪应该六十蚊两个定系要四十？诶，系咪应该买 rug 好啲啊？嗱，唔知 rug 我哋会唔会行慢啲？唔系，我哋摆喺外边间房咪咯。咁如果我哋会行慢啲，咁咪会影响到佢行咯？唔系啊 ，research 嗰边嗰个。哦，咁但系点解要买 rug 啊？诶，有一粒一粒钻石咯。咁点解唔买chandelier？ 嗰个唔会硬位咯，唔会噶，唔会啊！佢挂喺天花板噶嘛。哦，咁啊，咁 chandelier 咯，一系好吧 ，go go go。我一个碟嘅 system 唔 work， 好焗，因为啲碟喺晒你个角落头度，我行唔到入去拎。但冇分別，因為如果啲碟用曬嘅時候，我都一定要等你洗嘅嘛。即係嗰個碟嘅架，一係一開始用嘅啫嘛，之後就已經係 in circulation， 你通常都唔會擺得翻入去個碟架面。咁可以哇，左邊嗰個好屈機喎。嗯，后期左边其实不是一个问题的，是后期才是一个问题。是我右边其实都可以的，是可以右边的。不过你第一个，不过你有很多时间，所以我 OK。唔系，即系成个鸡煮得好快。唔系呢个我明白，但系我而家都得嘅，可以。同埋，如果我哋之后转 metal table 就咁就 OK， 咁但系我哋就要 research table。我嗰个要石，我要攞咗先。Perhaps 好像没什么用。
冇啊，暂时。Conca 再 upgrade 系咩啊？一系 freezer， 一系 workstation 要俾你斩嘢，或者你有只手嗰个 icon 嗰啲嘢会行，会用做快啲。咁好似又冇乜用。好似都冇乜边个。哇！我唔够，我又要再去个厕所。啊！你讲识嗰啲咩嚟？咁系咪买个 chandelier 啊？系咯，买个 chandelier 咯。好。跟住，你嗰个升 table 都得嘅，升 table。买 table 你哋够唔够啊？嗰、那个 table 而家暂时都够啊，净系升一升个壳，睇下我之后煮嗰个饼铺都可以啊。不过就系、是、即系类似就系呢两，我谂两样都其实一样，即系一系就薄 metal table 就唔使煮饼铺，一系就。哦 ，Danger Hop 就要煮，就煮 Bamboo 最快啲。系就咁用咗炉先咯，其实冇所谓。系，再唔系就咁买$20呢个咯。其实如果你哋要多个星，会好似有啲过分。要多个星，要个星嚟做咩？冇啊，你可能呢边都写埋嘢咁啊。哦，其实都得嘅。个都系难讲。魔术就先。咁我想问下洗碟嗰个点算？你摆个碟架出嚟，你唔好摆，唔好摆个角落头度。咁样之后，你净系负责洗碟，唔好即系如果系啊，你洗完摆落嗰个，我可以自己拎啲鸡。如果你洗碟，你多咗时间先出嚟拎鸡，一系就。O K， 咁即系 Tommy 就系摆嗰个只鸡喺呢个位喎，即系。系啊系啊。同埋哦，呢个。咦？但系我谂紧一样，另外一样嘢。Sherry 会唔会咁样会好啲啊？我谂紧嘅系，跟住咧，咁样会唔会好啲啊？
個原因係咩咧？就係我照樣收碟啦。咁跟住之後，如果萬一我收唔切啦，你就擺只碟喺呢個 counter 度，跟住我就會直接攞完之後直接洗咯。可以啊。即係我因為我有機會去唔切啦。我呢兩張卡我會收，跟住其餘嗰兩張卡就靠你幫我傳遞過嚟，我就即刻洗咁咯。可以啊。咁嘅話，我可能調翻轉好啲，咁我就直接洗，跟住咁樣攞。OK， 可以啊。太近了咩啊？太近了，太近了，算了，沒了解。好啊，好，來吧，來吧。啊，高高的。啊，是的，應該我research。是不是應該call一個？可以call兩個都可以，我覺得。而家有咩喎？有咩喎？你有咩？系啊，我就咁拎过得噶啦。哦，系啊。哦。烧鸡我问 ，sorry 有个问题，你嗰边拎晒啲碟咧，我冇位放碟嘅，要碟。咁但系你有个三张台嘛？都系嘅。呢、這个可以，呢、這个有用喎、啊。呢、這个可以多啲钱，我哋可以买咗嗰个之后再买，再 upgrade 呢个咯。可以啊。好，你哋好。我想試下 renew 一次睇下點樣先。可以，可以啊 ，OK 啊，但係咁點啊？來吧。咁飛入，微妙啊，佢飛入呢件事啊，呢個好微妙。好似 confer 好似 oven 好似冇乜用，暫時冇乜用咯。我寧願佢出個 portion 啊，都好啲。我 portion 啊，再加個 auto pay 就好好用。嗯，我唔记得咗呢个台布咧，系咪佢嘅邻近都会 affect 到？嗯，唔系啊，净系嗰张台。哦，我啲佢边人啊，我啱用。好吧。一開始我又幫你
咗。哦，是要病杯唔带咗。啊，我都要病杯，顶。拎啦，O就系拎咪得咯。我唔带咗，我唔带咗，我爱拎。喂，咁快冇晒。啊，我叻嘅。你把声啦，俾我。可唔可以煮多份饼煲啊？我未必够。哦，好好好，得得。好。啊。呢个煮饼先。咩 to table？ 但系一张系咪冇用？唔系，一张都有用。啲饼煲系咩？就系多个饼煲咯。哦哦哦哦哦，顶！咁我咪继续咩啊？我哋应该系 conveyor belt 啊，定系 dining table research？嗯，我谂 conveyor belt 啦，我都唔知道。actually 其实 conveyor belt， 但系要夹埋其他嘢先有用。都系啊，所以有啲麻烦。一系就试下 roll 到有位置。我有我嘅钱。诶，我定咗个 conveyor， 唔，你使唔使摆定个？都可以啊，系咯。跟住之后先再 roll， 咁你就知道。Deportioner 有用，买 coffee table 都有啲用嘅。嗯，暂时其实唔使，我哋有六张台。摆呢，嗯 ，portioner 做 actually 咁样都 OK， 咁样你摆呢个位 OK。哦，系喎 ，portioner 做咩？咁你摆只鸡落嚟，佢会自用分啲鸡啊汤啊嗰啲嘢。即是他会自用分了四份，不是，他会自用分了一份，你就放一碟下去就立刻拿到。所以呢，跟着这个位置，如果你加上有个 auto heater 就可以自动上来，你就可以在那里拿。哦，是。那我们现在的 conveyor belt 是不是要 research 还是什么？要啊，一定要 research。 OK。点解你行呢度嘅？我唔系要行呢度。系行呢个位。
你应该要住个哦，你住个嗰个。住咗系。睇住啊！我去救雞啊！哇！唔可以抌垃圾喺度。啊！又整双手，点睇？如果我哋要右边嘅话，我哋要两个绳。或者要个 dishwasher， 要多个 dishwasher。啊！定系试左边啊？可以嘅。但系左边就会难过，就系睇呢个 patient 系讲紧你食诶，你接咗 order 之后个 patient 咧，定系你做系所有 patient。总之佢跌会跌嘢都唔会话俾你知。哇！咁咪好难咯，其实。但佢都仲会斩红色嘅，如果就嚟走嘅时候，所以其实只要你唔去到红色，咁其实冇分别。哦，你要几？但系要边个斩先咯？系啊。嗯，你觉得咧？我而家 serve 都好似 serve 得唔系好够快，所以就可能加埋 cranberry sauce 都未必。除非我哋可以令到 cranberry sauce 系自动化嘅，which 我哋暂时冇咁嘅，冇嗰啲，冇嗰啲 card 去做。哦，系。咁啊，好得先。Grabber 其实可以买嘅，我就谂紧好唔好先咁样先，跟住我将只鸡摆喺呢度啊，唔系，应该系咁样。我点解要我食？黐线！跟住，然后将嗰、那个。放在這裡，然後他就可以拉埋啲雞出嚟，這裡就有三隻雞可以。三隻雞，但個 grabber 指去邊啊？指去另外一張台咯，咁你咪有三有行，即係咪有行已經切好咗雞嗰三有三隻喺度。哦，但係其實有 portioner 嘅話，其實已經好快。反而是如果我哋升咗去做 smart grabber， 佢可以自动抌咗嚿鸡去。得噶。因为 smart grabber 嘅话，佢会知道你可以 mark 咗佢净系抌鸡骨咯。咁就可以变咗做，就可以调翻转咁样，之后摆呢度。之后如果嚿我摆咗未？咁样。之后嚿鸡骨变咗做鸡骨嘅话，佢就会自动抌落呢个垃圾桶度。但系之后下一步就系要将个垃圾桶一系变咗做自动会清垃圾咯，一系就要变咗去再大啲。好啊，就咁，拜拜。咁就要攞翻，系要拜拜。点解多咗张 counter 嘅？
度，好似唔系。唔系有垃圾桶？唔系啊，垃圾桶本身都喺嗰度，好似。咁中间系边度嚟？唔知啊，摆住先。我哋出边flower pot嗰啲使唔使买啊？其实，嗯，唔使都得，我哋可以 roll 一次嘅，180啊，唔系，但系其实我都升唔到其他嘢，所以冇用吓。咁我哋开始，好，系咯。我知点解啦，因为个 portion 啊，嗰个位置错咗，嗰个位置。哦。都唔紧要嘅，都唔紧。咩事？诶，背有啦，得，哦，啊，不收制，得，梗系有。你个病波系咪住紧噶？啊，有啦有啦。哦，唔使病波都 OK。吓、啊，冇事。做咩冇清台嘅？咦，要多一份雞喎。呢度。哦，傻，睇唔到。我想講，開始垃圾桶會爆。咦，但是他现在这个是 Oh no， 我们要升到他一次二分一机会。我们是不是要 plant 呢？ plant 都可以啊。咦，买了这个 precious flower 先。厨房唔系应该白色嘅咩？好尘啊！好似雪地咁样。咁出边嗰啲系咪都唔使啊？可以买埋 chandelier 嘅。其实买晒三个咯，即系买凑到去九都得咯。如果你只想。我哋系够钱嘅，其实。但系我哋使唔使谂系想
储钱货会唔会需唔需要货下一 round 嘅嘢噶？我哋有200多元嘅话，最贵嗰样应该都系120，通常都。除非我就想买多张台，即系买多张 research table。个 smart grabber 应该都系120。咁一系买晒三样，令到佢个 queue stop。可以啊。其实个厨房屈机系劲多位可以用。出嚟我摆啲泵出，唔系话买 painting 咩？哦，系啊。咁我就可以对住张画食饭。好吧。一个是 metal table， 你可以要可以摆只鸡落嚟啊，唔该。其实点冇摆落嗰度，有啲难 process。我把只鸡落嚟。好嚟。俾你入。因为我哋将呢沓碟摆埋过嚟嗰边啊。咁我就唔会唔想用嘅。有用杯嘢。咁即系 research dining table 啦。就冇嘢 research。roll 一次。可以啊。咁睇下有冇啲。边个手气好啊？哇！冇嘢啦，就咁先咯。要 practice more。啊，系。佢会 send 做 teleporter， 但系 teleporter 要1500一个，如果冇记错嘅，可唔可以整只鸡俾我唔该？有。
哇哦！我见咗佢，我唔记得开门。咦，系啊？等阵，咦，系啊？要人手做。佢呢个上面写住就系话旧鸡骨先会走。咁点解头先嗰个？因为头先一开始佢未 mark 嘅时候就系唔系佢，总之佢未 mark 第一次嘅话就会乜都食咯。食完之后就变咗做只鸡咯。头先。哦 ，OK。咁即系你一开始，哦，你而家都 mark 咗啦，已经。系啊，所以一定要 practice 每一次。哦。咁我而家系咪整一次就算啊？定系使唔使反正都系咯，跟住 research 埋个 Taylor Walker。可以嘅，我哋要储到有 discount desk 位置。唔系，就算冇未咩咯。Come on， 快啲啊！是你们要找一些地方放啊，是的，我放个背包在这边可以啊，我也是，你放多个出面这个都可以，我给你鸡，只鸡拎一拎走。呢度有病煲啊！呢度，哦，下边都有。哦，好。系会高咗。Customer can arrive after closing time。 我不知道那個怎樣會，我不知道他會多幾台，
定系啲人一路食嘢，佢就一路 keep 住嚟，咁咪会无止境。啊！点样都应该唔会有手变啊！有手变应该符合唔到噶。我睇下出边有咩先。copy，copy，跟住有 copy and paste。定住呢个系1250听嘅过程。我头先嗰个系直接 copy index 啊？系啊。哦，但系其实我哋可以 research 佢做 discount desk 喎。系喎 ，shit。唔紧要，唔紧要。啱啱先谂到，头先捞唔到 copy index 系乜嘢？不如。我哋下星期再玩。系啦，我个脑都唔系好嘅，我要食饭，好肚饿。好。而家系自动 save 定咩噶？会喺翻呢度开始。啊，actually 咁样嘅话，张 copying desk 应该就唔会喺嗰度噶。哦。系啊，就冇咗啦，应该会。好啦。我谂系咪咧？好似系。唔系，我哋 multiplayer 唔系同样嘅玩法。嗯。